Is Eric more stylish? His head of white hair was seen as cool to many of his friends, whom he explained exasperatedly to that his white hair isn't an image change. It's real. 各位朋友，这头发不是染的，这每一根头发都是真真实实的颜色的。因为我从23岁开始，我就有第一根白发，很早。我以为第一根那就第一根吧，想不到后来原来是一是个开始而已。它随着我的年龄的增加，它一直在增加，而且是成倍数的增加。到了我二十几快30的时候，我就发现白发发根这边很多的白发，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染发，所以一直都染黑，一长出来一些就染黑，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的白发有多少，就等于说其实我一直在骗自己。一直在骗自己，而且染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想看，十几年来，每隔2-3个礼拜就要去salon，坐在那张椅子上最少3个小时。染了发之后，头皮会很不舒服，会痛，有时候会头皮屑，它产生很多的副作用，很难受。但是十几年来，我为了我的工作，我都忍受。一直到了去年，我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了，我就想说，有一天我就想，主耶稣，他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一定有他的原因。我要不要看看我真正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时候去年的大概六七月，我就开始在很多选秀活动，我就开始戴帽子。如果有注意到的话，那时候戴帽子就是我开始在把我的黑发修掉的那个过程，因为修的那个过程很丑。你知道吗？会黑呀白呀一块一块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戴帽子上节目，所以戴了3个月，我修完了就长这个样子。然后当我把帽子一脱下来的时候，所收到的第一句赞美是：哇，你染得好漂亮啊！去哪里染的？最少6个小时，对不对啊？气死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脱口说，我说都是真的，我说不相信，不可能真的这么自然，而且这么亮。所以那时候我才说好了，我向任何人挑战，谁要能检验出我有一根是染的，就一根1000万人民币，现在谁都没领到。Next up, Eric tells us what he can't stand about living in Beijing.